6月8号，欧豪现身长沙，为其新片《清河南高》宣传造势。当天，欧豪穿着一件简单的黑色 T 恤，戴着框架眼镜的他，完美诠释了时下最硬的痞帅型男风。此次在片中，欧豪饰演的角色向往自由，不喜欢被约束，在爱的人面前却又是重情重义的，撩妹技能满分，帅得一塌糊涂。金浩同学，你的梦想是什么？打麻将。你吃蒜了。电影《清河南高》由钮承泽监制，景天携手欧豪联袂主演。由于之前也曾拍摄过《左耳》等很多青春片，谈到这次电影里最大的挑战时，欧豪表示过足了打戏瘾，动作戏特别的多，特别的多，从头打到尾了。在很多以往优秀的青春片里面，这是第一次吧？我觉得它完全是一个。整个状态是非常热血。谈到此次和景甜的首次合作，欧豪毫不吝啬地手动点赞。然后甜甜人也非常非常好，第一次合作了，之前也都是因为甜甜算我的前辈了。真这么说显小的。如果初恋是这样的，应该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。芒果捞新闻，这么燃的青春片，小伙伴们7月14号记得电影院约起来，拜拜。